好，望住呢度啊，就前两日成交啦，咁而家先有时间同你影啊。好耐睇过啦，已经石牌头路，咁卖咗好耐，40000年啦呢间铺。咁啊，但系就今日咧睇报纸都见到噶啦，咁就啱啱成交咗，就讲11号铺康德花园地下12号铺啦。咁啊，11号嘅康德花园地下12号铺应该话，建筑面积600尺，原本业主咧就叫价13000到啦，成交咗1100万，就租下咧呢个寿司店嚟噶，你睇到噶啦。咁我之前我哋睇过，成条街嗰度好多单成交，屯门咧基本上我谂最多单成交就系呢个石牌头路呢度啊。咁啊，呢间嘢咧就租金31200蚊，回报就3.4厘，唔错噶。感觉咧个5.5分啦，始终叫大大间，但可惜佢比较缩咗入去，缩咗入去嘅时候人流咧就大减啦。原本业主就2015年6月份嘅时候咧就用818万买入，818万买入啦。咁啊，石牌头路咧呢排有好多成交嘅，咁啊大约咧每间都可能大概1500万左右咧。前排你睇到我啦，话咩有啲铺嘅时候差38万，咁就系总之1438万买咗，之后另一个1500万都有买咗，但系呢一个咧始终就缩咗入去啦。咁我觉得呢度咧就民生位置 OK 嘅。咁啊但係呢個位置就縮出去差少少，咁啊但係就始終叫大大件，門面又闊，咁你想點啊？600尺地方，咁啊嗰個嘅我感覺啦，咁最多都5.5分一個位啦，平時值少少咁啦。咁好啦，都恭喜買家啦！呢個位嘅時候，我知道呢個租都做咗好耐下噶，咁啊所以都應該都有生意嘅。咁啊你睇睇，咁啊就係1000万咁嘅貨色啦呢度。好，恭喜買家，呢個都好嘢嚟嘅，收租啦，應該喺嗰度收租。附近嗰度好多屋邨啊，咁啊另外就工作嘅人多都 OK 嘅。好，恭喜買家，恭喜買家，星期六快樂！